我也是在当兵的办残人，你是叫我赵国。我也是在当兵的办残人，你是叫我赵国。我也是在当兵的办残人，你是叫我赵国。自从中国有了城管部队和协警之后，街头的地痞无赖少了。有人说协警和城管是流氓，我说不对，因为流氓懂得讲义气，尊老爱幼，他不会像城管部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揪别人的耳朵，去恐吓别人。别的不说，这个视频当中可以完全彻底的体现出我是当兵办残人，哈你妈，你缺砖味儿，走吧。我是当兵办残人，哈你妈，你缺砖味儿，走吧。我是当兵办残人，哈你妈，你缺砖味儿，走吧。走吧，缺砖味儿，走吧。当多少人？啊，我是当兵办残人啊。啊，这有人，报警！当兵的，报警！报警！没事吧？报警！你报警！我是办残。干啥呀？你咬我知道吗？我当兵把台你们还收拾过？没有啊。你还收拾过？报警！报警！城管打人了！报警！报警！谁喊呢？城管打人了！报警！报警！谁喊呢？我是当兵办台。哈你妈！你缺砖味儿，走吧。城管打人了！报警！报警！谁喊呢？我是当兵办台。哈你妈！你缺砖味儿，走吧。城管打人了！报警！谁喊呢？